大家拜一个晚年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行大运。谢谢啊！我特别跟大家致歉，也可以看出来我的眼睛非常疲倦，因为我们今天开了一整天的院会，开会的过程之中难免会有一些激烈的火花，所以这个肾上素啊都不停的激发，啊一整天之后啊，然后呢还要刚才跑三个地方。 最主要，今天这个台湾工商总会通知非常的晚，所以说答应人家两个行程呢、是上个月就安排好的，所以今天如果我迟到，实在是因为另外两个行程要先去，特别向各位在座的工商企业的好朋友啊，致上最高的歉意，请大家多多原谅好吗？好。我时常在想，我们政治行业跟企业家之间如何的分工。 这个问题其实在我脑海之中很多年。台湾工商总会是台湾工商企业界的组成，企业家无非是追求最大的企业的利益，对股东有所交代。但是政治人物呢，他追求的是什么？他追求的是国泰民安，人民能够幸福快乐。但是有一个很让人一直要思考的问题。 就是政治人物到底要为企业家做什么，能够让企业家安心冲刺自己的事业，其实这问题其实在我脑海之中浮现非常非常的多年，因为我从政很早，32岁进入政坛，然后再来到了立法院，然后离开政坛，回过头来再进入政坛，我时常在思考如何让政治界跟企业界能合作。 联手打造一个更好的经商环境。其实这个问题，我想了很多年。如果我是一个企业家，不是吃政治这个行业，吃这碗饭的话，我一定是希望政府帮我创造所有经商的环境跟条件。我不需要政府帮我接订单，我自己会努力；我也不需要政府帮我培训员工，我自己会有很好的劳工教育。 提升我职工的素质，我也会产业升级，添购最新的设备。如果我是个企业家，我也会考虑规避风险，做各种布局。这个就问题就来了，那你政治家、政治人物能够帮企业家做什么？这个问题如果想不清楚，很多地方会模糊掉。其实我思考了很久，政治人物。 应该要发自内心的来思考，我如何帮工商企业界创造最好的条件？像现在，云林科技园区台积电要进驻，嘉义台积电要进驻，它就需要水，需要电，需要土地，这些环境它都要做好。所以，我们政治人物应该要帮所有的工商企业界做好一切的条件，这样子大家自然会往前冲。另外， 我们一定要把教育办好，治安工作抓好。现在诈骗集团这么多，两岸之间能够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，像这些，我们把这些条件做好，那我们感谢企业家创造工作的机会，也给政府带来的税收。我想，如果这样的分工是确定的话，未来从事政治活动的脑袋就会非常清楚，我要做的是什么事情。 那从事工商活动的脑袋也会清楚，我就好好冲刺我的事业，这样子的合作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完美。所以在这里，
参加台湾工商总会萧理事长办的活动，还有各位这么热心的安排，我们希望未来企业界跟政治这个行业能够更紧密的联系，创造更多良好的环境，让企业界可以展翅高飞，创造更多的利益，分享股东，也照顾员工。我想这样子就是最完美。那我再一次要致歉，因为来的实在是太晚了。那在这里，我一样很诚恳的，发自内心的祝福大家，希望龙年大家都能够生意兴隆，通四海，财源茂盛，大三年，好不好？好，请大家多多谅解，因为事情实在太多，活动实在是太多，如果有不礼貌的地方、迟到的地方，务必请大家多多原谅，好不好？我到现在，我也还没有吃饱肚子。好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谢谢了。我们院长今天有带礼物来，哎，今天呢，知道我们有我们台湾工商总会十周年呢、啊，所以院长特别带来了一个我们的中堂祝贺的中堂，来给我们的萧理事长以及我们的徐总会长啊。来代表接受，来吉商会友，来热情掌声鼓励。十周年，十全十美。谢谢。掌声鼓励。谢谢。那接下来院长。我这一杯水酒敬一下大家。好，来我们在现场拿手机的、举杯的，我们一起共同举杯。在新的一年，让我们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龙年贺岁啊！我们龙年啊，这个大家好运东中来。好，来我们请我们各位来我们的副会长，不好意思，还有我们各位这个都一起上台。好，谢谢。这个全部是酒。哎，是酒啊！这一大杯威士忌啊！真的假的？热的。你把威士忌跟茶，来了，来了，大气泡的，我跟你大口，就给你吓死，马上来。我还空腹，不好意思，我还没吃，特别兴奋。来，有点小误会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然后来，我想我热热的应该是茶，刚刚是酒，现在是烫，啊，现在烫，冷的烫了。院长热乎乎的啊，暖乎乎的，因为今天天气也热。